姐妹们，这是我的好老公，羡慕吧？他什么都让着我，他让我洗衣服，让我刷碗，让我做饭，让我带孩子，还让我辅导孩子作业，让我照顾公公婆婆。关键什么？他还让我上班，他把家里面所有的事全部交给我，一手操持着。姐妹们，他不仅什么都让着我，他还怕我说话辛苦，所以俺家老公在家里面一句话都不跟我说，他每次都是在外面跟朋友把天聊完了，他再回来。他怕我费脑筋，所以家里面的大大小小的事，他从来不和我商量，都是和他的父母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决定的。还有，他知道我爱孩子，所以他把孩子一切都交给我，不管我怎么说，怎么讲，他都会关心的问我一句："你是不是有病呀，姐妹们？你们找的老公有我找的老公这么好吗？你们羡慕去吧，羡慕去吧！我真的感觉我特别幸福，我找了一个这么好的老公，你们羡慕去吧啊，羡慕去吧！"